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澳门快拍，我是 Winnie。 那在这里呢，我将每一天都会为你更新澳门大大小小的文化以及娱乐资讯。这一周可以说是喜事连连，首先就是澳门回归12周年的大日子，接着直到周末的圣诞狂欢派对。首先我们就由庆澳门回归拉丁巡游大会演开始，拉开本周的节日序幕。为庆祝澳门回归12周年，在12月20日下午3:30将举行澳门拉丁区幻彩大巡游，起步于澳门大三巴，在塔什广场开始进行汇演。来自各个国家的艺术团体将沿途载歌载舞，展现澳门独有文化色彩。朋友们，我们到时候见喽！这个圣诞的派对接连不断，平安夜当天，国际著名 DJ Milkshake 将会在澳门 Club Cubic 现场打碟，而一群活泼可爱的圣诞兔女郎们将会在澳门的 Club Lotus 和我们一同唱玩一整夜，穿着全白服饰的女士们还可以免费入场。好了，维尼在此就约定你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派对圣诞咯。澳门16铺索菲特酒店的 Mistral 餐厅以及大堂吧正推出多款圣诞优惠，从12月23日到25日，你都可以到 Mistral 餐厅享用法式传统圣诞自助餐，在平安夜和圣诞节，你还可以在大堂吧享用法式圣诞下午茶，共庆快乐圣诞。最后，希望能在巡游现场以及圣诞派对上看见你的身影。在这里要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您收看澳门快拍，明天会继续为你更新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澳门的资讯，就登录 macau.com 咯，拜拜。